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艾利克斯，今天给大家解说一期这个 M37 打爆破的视频。这把枪呢，在我在上代这把枪的时候吧，这把枪确实很变态。后来就也有玩家就很不喜欢这把枪呢，所以就是没有几天在国服就下架了。现在在国服呢，几十万个人里面能有一个有这把枪的，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。因为当时吧，还没有什么人就是能买到这把枪。这把枪吧，我感觉跟那个恶棍的那个 M37 差不多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恶棍的这个 M37 啊，这个双 S 的哪一个？比较好一些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有的人说，恶棍呢是这个双 S 的低配版，但是我呢觉得我呢也不是特别赞同，因为在国服吧，你要是近战打的话，不管是用中弹还是不用中弹，一样都是能打死，一样都是能这个打死一喷子一下就死人，所以这个恶棍呢和双 S，是否威力一样，也就没必要再多说了。我发这一期视频的目的吧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想让大家看看就这把枪到底有多么变态，以至于很多人都特别讨厌它，最后在国服下架了，非常非常厉害，一喷子，可能打腿你不会死，但是你要腿部以外的部位，你就会死。只要是不是那么远，你要从这儿到这个匪家的话，这个距离的话，可能打头话也不会打死。所以说它这个距离上还有个这个有这个就是减少伤害的作用。虽然呢，就是这个，最后呢也没有胜，也没有赢，但是也能说明这把枪的威力有多大。因为我玩的是菲律宾服，所以说当地的特色就是，你只要有神器，那些家伙就会抢着跟你换枪，到时候不好好打游戏了。所以那这也就是导致为什么会输的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没打上，因为太远了。而且呢，这个准心太大，没打到。看到一局杀了一半的人，可见这把枪威力有多变态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。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，关注一下 UP 主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